到2043年就會到達人口高峰嘅822万。然而，香港嘅房屋供應就遠遠追唔上人口嘅增長。故此，為咗舒緩土地需求問題，政府一直研究緊唔同嘅方案，包括發展棕地、填海，以及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等等。而家辯題中嘅棕地泛指於原有農地或鄉郊土地入邊被非法改造露天儲物場、貨櫃場、倉庫、鄉郊工業同埋回收場等同四周環境用途條嘅廢棄農地。根據立法會文件指出，新界現時有大約1300公頃嘅棕地，而當中79%都係用嚟作儲物、廢物回收用途、貨櫃場以及露天停車場。然而，以上種種用途都係未得到政府嘅許可，而且佢周邊環境造成唔同程度嘅污染狀況，例如橫洲33公頃嘅棕地有噪音污染，粉嶺土紅坑棕地大約有29.68公頃嘅就係有嚴重超標嘅問題存在。故此，我方倡議以下兩個解決方案：第一，土地持有者自行付費清除該棕地嘅污染物，或進行淨化工序，要換取嘅就係政府不會選擇收回地；二，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呢條條例容許政府以公眾利益為由，例如興建房屋收回任何嘅土地，政府可以以市價買翻嗰棟棕地，再由政府自己進行淨化同發展房屋。今日我方衡量辯題準則在於，對比起政府提倡嘅其他方案，優先發展新界棕地係唔係更加能夠喺社會成本同埋開發時間之間取得一個平衡？今日我方支持辯題原因有二：第一，收地程序簡便，更快配合房屋發展。當政府運用《收回土地條例》收翻新界棕地，一般而言，由收地去到賠償，平均需要用嘅就係唔多於12個月嘅時間處理，比起填海發展新界棕地，無疑係更有效率。以港珠澳大橋為例，填咗130公頃嘅人工島嚟俾港珠澳大橋，我用咗200億，2010年開工，去到8年之後嘅今日，仍係未解決到漂移嘅問題。真係填海應要付出比起收翻新界棕地多成8倍嘅時間，仲要係未計規劃、建屋等等嘅進程。以西九龍填海計劃為例，1977年開始討論，1990年開始規劃，2003年先至完成340公頃嘅填海工程。要2010年先有多個大型屋苑陸續完工，因此要完成成個填海計劃咁樣嘅，可能係要多於30年，甚至係更加長嘅時間。反觀，如果政府今日願意收翻棕地優先發展嘅話，並同新發展區一併處理，就喺2031年至2038年完成發展，提供大約150000個住宅單位，容納35.5万個人口，將會能夠應付人口高峰時期嘅房屋需求。第二，社會成本低，價值無需貴低。除了在短時間內可以提供大量土地之外，棕地的社會成本對比起政府提出的發展大綱，即是發展郊野公園、粉嶺高爾夫球場等等，還要低，因而更加能夠顧及社會的長遠利益和它的發展。以高爾夫球場和郊野公園為例，它是這個各自的價值，兩者都是被大眾休憩的地方，而且是對香港的生態環境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不優先發展棕地，繼續容許發展商掌控而肆意作出污染的行為，只會對香港的環境作出不可言喻的破壞。而透過優先發展新界棕地，不單止確保這些棕地不會再受到污染破壞環境，更加可以跟著政府的藍圖，以一種對環境造成最少傷害的方式發展作為房屋用途。再想問有科學的就是，如果今天我們不選擇優先發展棕地來起樓，那又有什麼方法是代價更加低和收地更加低的方法去解決將來的房屋需求呢？多謝各位。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2秒，有超時但無需扣分。跟住是反方主辯，你有4分鐘的時間。各界對政府推出的18個土地選項進行辯論，未能夠規劃的棕地是其中之一。今日有方贊成辯題，無非因為棕地價值低、時間快，可以先發展它來起樓，然後再考慮其他選項。今日辯題裡面的優先
土地資源歸分，居住生活空間嚴重不足，冇辦法製造宜居嘅環境。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組織農委局更一直言，政府未有全面嘅土地房屋規劃。根據香港2030交報告，就算人均居住面積唔變，要建設可以供居住嘅社區，需要超過1000公頃嘅土地，超出現時棕地總和。如果話棕地有1300公頃能夠滿足到需求啦，但係當中咧已經有540公頃納入咗規劃，實際只能得760公頃。如果要改善市民住屋擠迫嘅情況，所需要嘅土地就更加多啦。更何況就算要發展棕地，至少要11年先至能夠俾多到人住。如果要優先發展棕地，意味住10年8載之後先至可以開始發展其他選項，點解係太遲啦？四大建築專業協會表示，香港土地資源嚴重不足，各個選項都應該要一併發展。但係居然呢個長期農地屬於短中期，中長期嘅可以有填海、開發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等等。但不論係短中期定係中長期嘅選項，我哋都應該要一併發展，不分彼此，先至能夠配合社會規劃。第二，棕地用途因因地制宜。房屋短缺嚴重，係咪代表凡係棕地就適宜起屋呢？事實上，土地房有特性，規模、形狀，甚至係周邊嘅環境都唔一樣，係咪每一塊棕地都適宜起屋呢？本土研究社指出，現時香港未納入規劃嘅棕地入面，部分03分布係新界各區，用嚟發展房屋，最終只會淪為建房插針，咁樣又能唔能夠提供到適切嘅居住空間呢？或再者啦，棕地嘅用途係咪咁狹隘，只係剩翻房屋發展呢？新田一帶嘅35公頃棕地連近濕地，華深西部公路以東嘅棕地附近有路鳥籠，發展住宅會影響生態，適宜保育為綠化帶。而橫琴山嘅棕地含有8個貨櫃場、回收場同埋汽車嘅回收場，將其他地區嘅棕地作業遷移向橫琴山，發展作大規模嘅工業動物樂園。地運用同埋有效，同埋有方案要優先發展棕地作為公用途，又會唔會造成運用不當、浪費土地資源呢？房屋問題急切，但唔代表可以日石亂投噶。假如今日我哋為咗要解決一時嘅問題，忽略咗土地嘅特性，規劃不當，最終只會得不償失。多謝啦。所有棕地全部都發展曬。
因為要發展棕地係需要發展完曬所有嘅。好啦，即係咧，有方圖話要發展曬所有棕地，咁咧有方圖話中長期嘅政策咧，譬如填海咁啦，咁有方圖係咪要有方圖係咪提倡要填曬成個維港咁需要填海嚟起房？我方認為填海只要填個可以滿足個需求為止。好啦，即係有方圖咧就同我講話有方咧就同我收回中地就收曬所有中地，所有中地都要攞嚟做火用途。但係填海咧就唔需要填曬所有海嘅，只要咧填到夠咧就可以啦。好啦，唔緊要。今日有方圖咧同我講，公營房屋其實去到2046年或者2026年嘅啫，淨係欠佢呢個76公。有方台重搞翻清楚，有方台重開原來先，有方台注意而家公佈時間。但係2036年嘅報告同你講話，2026年嘅時候我哋淨需要70公頃，呢個數字點樣解釋啊？有方台而家2030年加嘅報告顯示咧，720嘅休憩政府社區設施，再加埋230嘅房屋，總共係1000公頃。有方台如何解釋？我而家淨係欠72公頃啫嘛。咁我咩72公頃咧？數據嗰啲從何而嚟？係因為而家我見到中睇發展區嘅中地咧，我哋有成千有成500。有方話1000公頃，但其實我方主編講咗啦，當中嘅500幾咧已經發展咗，剩低嘅中地工程咧只有720。就係因為發展咗中地，所以而家咪剩翻70幾公頃咯。有方話我哋而家特別係討論咧，係應該優先發展，而唔係發展咗啊嘛。有方今日連辯題嘅先後次序，佢嘅定義都可以攞嘅時候，如何正立辯題咧？就幫你答唔該。有方話請你注意而家公辯時間咧，我係要發言，但你係唔可以打斷我發言。最後有方第二條問題，建屋需唔需要考慮到增加人均面積、交通配套、基建設施等等嘅因素？哦，有方終於承認咗啦，咁粉嶺高爾夫球場有得講嘅係，需唔需要考慮呢因素？需要啊，所以就唔應該。如果有網友講話需要達成第二個共識，咁考慮呢因素之後，例如中地咧中地欠缺交通配套，考慮埋呢因素仲有幾多可以用起房屋？中地並唔欠缺交通配套，點解？因為80區有交通配套。有方，你已經第5次打斷我發言啦。我都見到咧，而家規劃處嘅前處長咧林嘉恒表示，大部分嘅中地都欠缺交通配套㗎，唔少嘅道路都係後嚟開辟。有方同學，如果要睇交通配套嘅時候，要用幾多公頃土地，請提出確實嘅數字。所以今日我哋咪要配合新發展區嗰啲零散有方配合新發展區，究竟用幾多嘅數字嘅公頃先可以起到啲交通配套咧？540咯。咩540？都540入面要起要起到幾多咧？有方從來未解釋過。多公頃環節。我鬼啦！好，今日方同學喺公園或者終於同我哋講交通配套基建啦。方同學就同你講交通配套，就講基建。今日新發展區有咩交通配套，有咩基建咧？我見到個北環線，但係方同學今日你講嘅填海計劃，東涌填海佢交通配套點樣解決？有方同學解釋唔到。粉嶺高爾夫球場交通配套，我話同講交通配套啊，佢加重北區負擔，每日我哋再加重逼東鐵，呢個係咪交通配套咧？反觀啊，今日喺我方嘅方案底下，咁我哋中地咧係位於呢個發展區入面，發展區入面我哋有交通配套有啲咩咧？正如啱啱公園環節所講，我哋有北環線，我哋有公路，我哋可以通往新界北同埋新界東同埋新界西，呢個正正就係交通配套，呢個正正就係點解我哋要揀呢個中地啊嘛。如果唔係講，我哋又會出現沙田屯門嘅問題，日日逼死，日日咧都要逼東鐵，日日都要逼西鐵，呢個係咪有分同學想見到嘅嘢啦？好啦，今日咧其實有分同學咧主面同我講話中地好零散，所以咧我哋發展唔到。不如我哋今日咧審視翻現況先。咁我哋就係因為中地咧，由於中地好零散，佢中地好大塊，所以我哋優先揀咗喺發展區入面嘅中地咯。發展區入面嘅中地比較大塊，同埋正如啱啱所講，有啲交通配套配合，今日正正就可以好快住到人。今日咧土地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咧都表示咧，其實嗰540公頃咧，我哋應該係優先發展嘅。點解？呢個比較完整、比較大塊，同埋可以配合新發展區發展。呢個正正就係點解我方要就住面頭。今日咧其實有好多人都承認啦，佢哋咧
都承認香港房屋供應不足，亦都知道我哋要覓地去應付一啲中長期嘅房屋需求，所以雙方咧都一樣都認為我哋提屋。但係今日我哋分別同翻兩個，第一個咧就係其實我同埋都認為咧房屋問題好嚴重，但係今日咧唔係一朝一夕可以解決得到噶嘛。今日咧唔係話發展咗中地就唔發展其他地方，更加唔係痴心妄想話發展咗中地之後可以完全解決房屋問題。大家全世界都有扭轉，但係行事有先後，解決問題咧都要專攻。今日分同話完成我方嘅方案，就一定要提出另一個方案，可以咧好完善，即係比較好咁去解決呢個房屋問題。有交通配套，有基建，可以咧好快咁收到，係啊，可以比較快咁收到地，同埋唔會存在環境嘅問題。而且仲要俾在各位知道嗰個方案可以提供到幾多地、幾多個單位、幾時落成、幾時可以入住。佢講埋點解要優先處理嗰幾個方案啦。再講今日咧優先發展中地有兩個原因嘅，除咗咧要因為要覓地建屋之外咧，其實咧我哋可以同時可以收回荒廢嘅污染土地，用作更加急切更急切嘅土地房屋用途。有同學，我想問有同學你係咪唔打算處理中地，由得佢繼續惡化落去，繼續污染嗰啲地主繼續割據中地無法無天，去到一個不可收拾嘅情況，有同學先解決中地啦。今日咧有方唔打，因為咧佢都知道中地有問題幾時處理同埋點樣處理。既然中地要制止污染問題，制止房屋問題要解決，點我哋唔係快刀斬亂麻，優先收回中地，唔使發展郊野公園、海岸等自然或者唔使破壞佢哋，同時又可以收翻污染土地，覓地建屋。呢個方案平衡多方利益，滿足三個願望。有方我真係就算知道真相，都執意要開發郊野公園，硬要填海破壞環境咧。因為如果填海咧，我哋咧環保中國都同佢講話咧，中華環保都唔受影響。高爾夫球場都會有啲110棵千年古樹會受到影響，因為環境問題點樣解決？有方一定要回應，多謝各位。优先发展，咁恐怕就系事与愿违啦。
假如居民同棕地其他選項先至起步嘅話，就會同社會嘅發展脱節，更加唔使講發展成為一個宜居嘅城市啦。今日友方又有冇為香港嘅整體規劃打算過呢？因此今日嘅辯題理應不成立。多謝各位。方面咧，規劃署前署長林嘉騰表示，唔係所有嘅棕地都有配套可以直接發展，其中唔少棕地嘅道路係後來先開闢㗎，佢哋冇排水排污，如果有方要起污水處理廠咧，又要用幾多公頃咧？有方隻字不提。喺保育方面啦，有方有冇考慮過生態敏感地區嘅棕地係唔可以用嚟起公營房屋嘅咧？加上綠色空間對市民空氣尤其重要，有方要保留幾多咧？當今日交通配套、基建設施、休憩空間等，通通都要用到棕地嘅時候，單靠760公頃嘅棕地，能唔能夠解決全部嘅房屋需求？
需求咧，有些居住空間咧係政府發展土地嘅目標。如果冇足夠嘅土地嘅話，政府如何解決問題咧？有方基於呢兩個咧錯誤嘅前設，可以出以下幾個例子。第一咧，有幫助可以完善規劃啦，因為當中有唔少非法嘅設施。我方都不承認這是一個發展的利處，但它和一定要優先有什麼關係呢？因為新界農地、岩洞甚至邊度填海等等都面臨規劃的問題，為什麼不應該一起發展、一起規劃、一起完善呢？它們之間有什麼排斥性，以至於中地要優先呢？因為短中長期、中長期為什麼不應該一起做的呢？這樣中地未發展完畢的期間，要方便由於這些土地各自坐視不利呢？今我方要衡量哪塊中地是不是適合建房屋的話，要考慮不同的因素，例如周遭環境、規模、形狀，是不是所有的工地都可以建屋的呢？如果不是的話，為什麼不應該因地制宜呢？跟有方的第二個利處就跟我方說，收回工地非常簡便的，當然因為有方就是跟我方說收地只需要12個月嘛。但今天我方見到香港用了全部的熟地，工地其實是已經開發的山地，要發展至少11年，有方就跟我說填海很久了，但有方說你現在香港土地需求不夠嘛，填海要來我方之日，那正正應該一起起步一起進行嘛。有方全場就好像說到我們打曬其他方案，今天面對我們就贏了，但今天郊野公園高球場我們不可以做，但剩下的一定要找到方法去解決。多謝各位。其實咧，好多人可以見到有方同
今日咧全場瞭解嘅就係咧，而家土地需求係足夠嘅。但我方見到有方林立峯冇睇錯報告啊，一二零三年間同我講撇除曬全部已規劃嘅用地咧，香港仲爭一千公頃嘅用地啊嘛，而中地就爭七百幾公頃嘅啫，如何滿足到咧？嗱，紅葉寫咗幾多？有分紅理，白海豚寫咗幾多？有分紅都唔理，紅樹林補咗幾多？有分紅都唔理，因為可能要咁殘忍犧牲香港嘅環境咧。有分紅唔理嘅係而家土地需求唔夠啊，有分紅呢啲我都。其實有班同學今日打場辯論咧，唔係博世界嘅方案就夠嘅，因為而家中地係唔可以單靠中地滿足土地需求嘅時候，點都要有其他嘅方法覓地噶嘛。其他方法係乜嘢？我哋可以有討論嘅空間，但而家單靠中地就一定解決唔到房屋問題。我都話其他方案有討論空間，我嚟講就係我，因為我覺得佢已經講咗，其他方案就破壞曬環境咯。幫你講啊，中地而家發展，因為中地而家發展，因為佢落出地價啊嘛。嗱，你所謂其他方案會全部破壞曬環境，喺眼中係好大嘅好啊。而家有方案全場就係捉住我方啲嘅綠色地帶啦。我方同你講咗，郊野公園如果唔發展，可以唔發展㗎。但如果要討論嘅係咧，而家房屋需求唔夠啊嘛，中地起曬都好啦，仲未計算啲有啲可能起唔到啊，都係唔夠嘅時候，點都要覓地㗎。佢可以係填海，或者其他嘅方案，點都要做嘅時候，點解？偏偏要優先發展新界嘅城市咧。我話如果可能立場佢啦，依家同佢講咧，郊野公園可以發展啊。咁但係如果另外嗰十個都有環境上嘅問題，填海都有問題，同埋好啦，有啲我唔講環境，我就講基建。今日新發展方面嘅基建，正正就可以配合埋我哋中地入面嘅住屋需求咯。今日粉嶺嗰啲呼求場有啲乜嘢交通配套俾我解釋啊？咁我問你啦，其他選項需唔需要發展？其他選項當然需要發展，但係中地優先先。點解？因為你嗰個全部都有環境上嘅問題，我哋今日就係揾一個方法去解決到環境問題，但係短期內做唔到啊。點解？因為你重新規劃過，俾你重新規劃幾耐啊？十年、二十年定三十年啊？有冇同學？有冇冷靜啲先？有冇同學立場終於露出馬腳啦？佢話其他都要發展，佢同市場已經矛盾啦。咁既然都要發展嘅時候，點解唔可以一齊發展咧？佢遲早都要起步嘅，點解唔可以而家起步咧？唔係啊，其他都要發展啦。咁有方同學同我講話咩嗰啲有環境問題，你唔想發展就最好唔好發展嗰啲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嗰啲嘛。咁所以今日同你講發展咗啲冇生態價值嘅中地先，然後嗰啲唔嗰啲咪用嗰啲郊野公園填海嗰啲去填海，有咩問題啊？方同學，你有方同學終於都承認話咧，嗱其他選項需要發展啦，我想知道遲到幾時發展？咁同學，當我哋揾到一個唔會影響到環境嘅方法，同埋優先解決咗新發展嘅問題，解決最迫切嘅房屋需要，我哋咪發展嗰啲選項咯。我哋今日見到岩洞嘅生態價值都好低嘅，點解我哋唔可以同中地一齊發展咧？咁今日中地嘅生態價值更加低，點解？因為佢全部都係電子垃圾嘅溫床，電子垃圾溫床，點解我哋有佢喺度？點解我哋唔係喐呢啲中地，而係喐一啲有環境價值嘅嘢？咁我嚟到呢度，唔想解釋唔到啦。其實咧，有班同學咧，佢哋認同係全係好多嘅選項都要發展。頭先有班見面者都講咧，填海可以發展。咁既然兩者都可以一齊做嘅時候，點解唔俾佢一併做咧？兩者之間究竟有咩排斥性咧？唔係啊，係今日有方同學自己都承認中地係冇生態價值，其他啲郊野公園嗰啲你話唔可以唔發展就唔發展嘛，咁所以咪發展嗰啲中地先，然後唔夠嘅咪攞郊野公園攞填海嚟填嗰啲爭嗰啲地咯。有方同學咧，其實全場咧對自由辯都非常矛盾噶，佢啲結辯咧又話可以發展郊野公園，跟住之後又話唔可以發展啦。我想重申我嘅立場先，如果可以，的確係論證都可以對房屋需求係造成滿足嘅時候，我方認同發展；如果唔可以發展去破壞生態嘅時候咧，我方都認為可以做出一啲取捨噶。大辯論將於下星期三結束，回首過去，社會各界就住唔同嘅。
嘅土地選項提出意見，嗱希望可以處理香港嘅土地問題。嗱今日我哋雙方都見到香港土地資源不足，想解決問題啦。嗱但可惜有方存在即係將貨就價，嗱諗嘅即係目前而非長遠，係短視缺乏遠見。嗱總觀存在嗱有方之所以暫停辯題，全基於對辯題有以下誤會。第一，曲解優先嘅定義。嗱方處理已經講過啦，嗱要正確咁嚟了解呢個優先嘅發展，唔能夠脱離。提嘅背景，政府拋出咗18個選項俾公眾討論嘅時候，坊間已經提出話要優先發展棕地，其他選項留到最後，講嘅就係先發展完棕地，再開始其他嘅土地選項。其實有方一股咧出嚟同我哋講咩咧？其實滿足土地需求咧，一個選項永遠都唔夠噶。咁既然有方都知道啦，棕地唔能夠滿足土地需求嘅時候，點解唔索性任凭發展咧？呢一種缺乏長遠規劃，淨係發展單一選項嘅做法，正正係導致今日土地資源嚴重不足嘅原因。兩方要行舊路，全部公示香港嘅土地問題只會越舊。第二，低估土地需求。兩方一直強調話，淨係需要發展棕地咧就已經足夠啦。但好明顯咧，有方同今日計錯數啦。我哋見到咧，發展棕地咧有760公頃已經發展咗噶啦。嗱，撇除呢啲，得翻760嘅公頃，嗱都未計算呢一啲嘅基建嘅發展咁樣喎。嗱，但我哋依家見到咧，我哋現時香港咧仲缺乏緊1200公頃嘅土地。嗱，想問有方同學啦，760公頃點樣彌補1200公頃嘅土地需求咧？嗱，有方同學咧其實係達唔到噶。我方提出話要改善人均居住面積，所需嘅土地遠高於依家呢個估算。嗱，我係咪想我哋未來住得咁逼，過去流失咧？嗱，若果唔係嘅話，發展棕地需時至少11年。有方係咪等到11年之後發現土地仍然短缺，先至考慮其他選項咧？今日有方同學咧全場喺度強調緊咧發展郊野公園啊、填海嘅一啲缺點，但係完全唔需要發展咧？另有方同學啱啱自由辯嘅時候同我哋講，其實其他選項需要發展嘅喎。咁開發郊野公園需時至少10年，填海填埋幾多要15年，將設施搬入去岩洞要18年，等到缺乏土地先至開始規劃，我哋嘅宜居目標幾時先達得到咧？誤會解開之後啦，有方咧又落入去短視嘅一個困局邊。有方全場不斷同我哋強調話，發展棕地啦，可以舒緩短期嘅住屋需求。有方贊成發展棕地，點解偏偏要先發展棕地，唔可以同時發展其他短中期嘅選項咧？就例如農地性質同棕地相若，同樣可以引用土地收回條例收回噶。點解唔一併考慮發展咧？更加何況係咪所有棕地都適合發展做房屋用途咧？香港嘅棕地係有別於外國噶，唔少都攞嚟做露天嘅儲物、波櫃場、廢物回收、停車場等用途。若果你收翻嚟發展，就要考慮另覓地點去安置啦。就以洪水橋發展區為例啦，就需要預留大約1/3嘅土地攞嚟安置棕地上嘅作業者。嗱，咪全部嘅棕地都可以攞嚟做住宅嘅用途。土地專責小組指出啦，要發展棕地唔能夠單睇土地嘅面積，仲要考慮多項嘅因素，包括規模啦、交通基建嘅設施啦、周遭環境嘅相容性等等啦，先至能夠用得其所。有棕地已經有貨櫃場、回收場、建材倉庫等等嘅作業嚟運作噶啦。例如攞嚟建屋咧，就要重置，就要另招土地啦。部分棕地同時同嘅鄉郊環境同埋生態嘅敏感地區相鄰嘅喎，只係能夠發展作保育嘅用途。棕地嘅特色不一，嗱點解就一定咧係適合攞嚟建屋嘅咧？新加坡第一任嘅總規劃師攞100年嘅單位嚟做規劃，因為佢認為喺往後嘅1800年，新加坡人會世世代代住喺土地上面。但係過往香港政府就唔有關樣一片體素食法，到底住屋嘅需求點樣跟得上？多謝各位。
細細個咧讀常識都知道，香港咧山多平地少，乡起樓嘅地唔多，所以咧寸金尺土，寸金尺土。但係大個咧讀通識就發現想住好啲好難，想住平啲又好難，想覓地起屋咧就更加難。的而且確，香港咧係要諗辦法去解決啲先天缺陷，要征服環境帶嚟嘅土地大辯論。但問題係，如果有得揀，我應該點樣揀呢？面對住要平衡環境同埋土地嘅問題，佢咧買我哋可以揀唔同膠袋，飲咧我哋揀唔同飲桶，咁住我哋有得揀咧。嗱，今日有方台咧立場非常之奇怪，佢咧同我哋講嘅係我哋中地入邊咧啲綠色地帶，咁所以咧我哋就唔應該攞佢去發展啦。首先咧，今日有方台從來都冇解釋過或者冇論證過嘅中地嗰啲綠色地帶咁係乜嘢，一個例子都舉唔出。不過唔緊要啦，有方台今日方案同佢講咧，就同佢講話要發展其他嘅方案，例如咧發展郊野公園嘅邊陲地帶啦，例如要去出海咁樣，呢對環境都有好大嘅破壞。點解有方台咧又要話大家全部都要一齊發展呢？因為有方台咧，另外一樣嘢解釋唔到嘅咧，就係解釋唔到嘅基建問題咧，係如何咧能夠發展其他方，去發展高爾夫球場，如何能夠解決？因為有方台自己都知道咧，今日一定咧係啲中地諗住新發展區，喺新發展區先能夠解決到啲基建、啲交通嘅問題。所以咧，今日有方台從來都冇同佢論證過，竟然發展其他方咧，如何能夠解決到基建問題？好啦，有方台咧，今日同佢講話，所有方案大家全部一齊發展。好咁，有方台嗰啲方案咧，逐個方案睇咯。第一個方案，有方台話要填海。咁咧，首先嘅係填海咧，就要用30年或者以上。譬如咧，我翻轉面同大家講過，西九龍咧由1973年開始填海，去到2010年之後咧，先可以人住入去，先有樓俾人住。好啦，我哋見睇翻先個鄉嘅現況，就係、是、人口高峰期咧，就係2043年開始822,000，之後咧人口就會回落啦。咁對於房屋嘅需求咁咪少咗咯。咁有方台起得樓咧，都過咗人口高峰嘅時候，土地資源錯配，因為已經唔係同有方台嗰啲咩環境問題，寫幾多白海豚已經唔同有方台計較啦。但係個問題係，今日有方台土地資源錯配，你又如何解決呢？好，有方台第二個方案高爾夫球場，你話發展呢個高爾夫球場咧，因為我方話俾我方台聽嘅就係、是、現有嘅公路，政府話咧要將粉嶺公路延長入到去呢個高爾夫球場入邊。咁咧問題就嚟啦，問題就係咧高爾夫球場而家入邊有30,000棵樹，大部分咧因為要延長呢個粉嶺公路入去高爾夫球場嗰啲嘅樓入邊，咁所以咧大部分嘅樹咧就斬曬啦。當中咧包括有1,500棵稀有品種嘅樹，咁所以咧有方台啲樹有方台係又打算。第三個方案有分同講郊野公園嘅邊陲地帶。好啦，有分同講咧，啲嘢冇睇過景，邊陲地帶價值喺邊度？好唔緊要，而家同有分同講，邊陲地帶咧就係郊野公園核心地帶嘅緩衝區，中間緩衝區入邊中間包住呢一隻核心地帶啦。入邊咧有好多譬如瀕臨絕種嘅動物，有分同咧又唔理咯喎。嗰啲緩衝區冇咗之後咧，啲核心地帶環境受到破壞，嗰啲問題咧有分同咧完全喺唔同我哋睇，可能唔緊要。今日有分同咧成場比賽台。講嘅就係其他方案可以發展咧，就唔發展。但個問題就係今日有方台，你自己都知道話中地咧係冇生態價值嘛，咁咪發展中地先。其他唔夠嗰啲冇錯，我方都知道今日環境污染咧係無可避免嘅，因為咧我哋今日要發展房，一定有啲環境污染咧係冇問題嘅。但個問題就係我要將環境嘅污染減到最低嘛。今日有方台倡議係我哋所有嘅方案全部一齊做，令到咧環境污染曬有方台嘅話冇問題。但今日我方話俾有方台聽嘅絕對有問題啊！我哋今日要講發展中地先至係對環境破壞最少呢、這個咧，所以今日呢條辯題絕對成立，多謝各位。
嘅講法就係、是，如果優先發展中地，就即係淨係發展中地，發展完中地之後，先再發展其他嘢先優先佢。咁但係我想問一樣嘢，咁如果今日我 pick 咗三個菜出嚟，我行呢三個菜先，中地係入面其中一個，咁要唔要優先？只可以係中地。直方有論證上限係幾多？即係如果佢優先咗十七個選項，咁優先係冇問題啦。OK。咁然後第二樣嘢就係，因為其實咧，雖然都係大優先啦，但我覺得今場一樣嘢，我覺得同上場好唔同嘅就係大家今場好多數據，1000公頃啦，400幾公頃啦，760公頃，1200公頃，講咗好多次。其實講真的，我聽起上嚟係有啲亂嘅，因為我自己係冇睇過料啦。咁所以其實你哋大家一個又話1000公頃，一個又話700幾公頃，其實我係聽得唔係好清楚嘅。係暗中到有啲位置大家會 pick up 到少少，就係話去到 Freddy 反方會講到少少話，你哋會有時用嘅數據定係用公屋啦，唔係用整體房屋需求啦。咁然後佢哋又會講得啲嚟話，其實你話就話1000公頃嘅中地，但其實可能700幾已經發展咗，實質剩翻嘅可能只係得400幾啦。咁就變咗呢啲嘅嘢，就會反方可以挑到出嚟話俾我聽，啊原來唔係你哋講嘅數據真係咁。即係我覺得呢啲數據上面嘅運用，大家自己小心啲。同埋，既然出咁多數據，就唔好講咁快。即係一嚟我哋難咗，二嚟都難去整理同理解。我覺得呢樣嘢大家係要小心。講真，我覺得今場我自己俾分，我拉唔到一個好大嘅分差出嚟嘅。我自己嚟講嘅話，因為其實我覺得正方你有負推到你自己要應該負嘅一個論證責任，話都俾我聽。要優先發展，咁所以新界東北嘅種地有啲乜嘢比起其他人好？即包括成本低啲啊，生態價值最低啊，佢永遠俾人污染曬。但係同時，反方亦都會講到俾我聽，就係話喂，咁但係而家唔夠啊嘛。即係例如你哋見面，佢哋都講咗一句就係話，其實最後可能都真係要破壞環境㗎啦。咁所以既然係咁，咁點解唔根據有方，即係根據反方嘅講法就係、是，咁我咪應該多過一個方案一齊去做，去確保成件事做唔到，或者確保可以 fulfill 到咧？即係佢呢個講法又冇錯，而你哋又冇真係好認真咁樣針對住呢個講法作出一個攻擊。咁所以變咗其實個分差上面拉得唔大，即係如果正方想個分差拉得再大啲，你應該要好直接話俾我聽。所以意思就係話，拗一個你都要拗咁多年啦，你拗30個要拗咁多咁耐咁耐。咁喺呢一個就係攻擊緊你嘅準則，就係實行上其實你一個 versus 一對一都係有實行性難度。咁但係呢個亦都冇聽到時間嘅需要。咁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哋有提到話咧，其實你哋認為有取捨嘅標準，即係你哋認為咧綠色空間係一個取捨嘅標準。咁所以其實喺嗰18個選項入邊，如果我可以排到邊個傷害環境最少，或者有邊個傷害環境最多，但係有一個咁樣嘅量化數據嘅時候咧，其實你哋係有一個排嘅時候。咁所以我會覺得你哋喺呢度一路交鋒之中，唔單止係冇有效回應到正方嘅攻擊啦，而且對於你自己嘅嗰個一個 versus 一對嘅都有所動搖。咁所以我會睇下交鋒點解我會未正方嘅。咁第二個交鋒點咧，就係包括呢個綠色嘅環境啦。咁呢個綠色嘅環境咧，初正方就係、是。這個中地就是又污糟啦，而且又有一個非法嘅活動啦，咁就完全係冇嘅。咁跟住然之後咧，反方都唔可以呢樣嘢啦，佢都同意啦。咁正方繼續落去咧，佢就話啦：，原來當大家都會考慮綠色空間嘅時候，咁其他嘅房選項都會有綠色空間嘅喎。咁其實邊個嘅多啲咧？中地既然我哋都要放棄，但都要放棄環境一部分，邊個放棄得多啲咧？咁跟住佢哋就話中地咧，其實原來係得嗰啲已經發展咗個50%啦，剩翻700幾入邊係有啲零零散散嘅，係頭先都講過嘅濕地區啦，一啲仲有一個唔知咩帶咁樣啦，咁即係得呢兩個係一個綠化嘅空間。咁計埋咧頭先嘅數字得出嚟咧係唔夠100公頃。咁但係反方如果同樣用綠色空間過嚟比嘅話咧，你哋做曬所有嘅選項或者無優先，其實你哋嘅嗰個破壞會更加大。咁所以我會覺得喺呢個點咧，交通上面正方能夠得正就係佢可以保護更多嘅綠色空間，但反方做曬所有嘢嘅呢個選項係不能夠得正佢哋嘅保護更多綠色空間嘅呢個。咁而且喺你哋提到第三個交通點就係講到因地制宜啦，咁即係話係咪我哋要睇嗰塊地嘅地質質地咯，睇下塊地係咩情況，跟住我哋決定能唔能夠去起好，係去起啦，去建立或者點樣起咁嘅過程啦。咁喺呢一點係反方提出嘅，咁
塊地咧，必須要全部都啱用咧，先至可以用起嘅話，我會認為呢個標準有啲高。而接下嚟咧，你都冇俾一個合理解釋，就係點解標準咁高咧？咁所以我由於我只收到呢個解釋啦，咁所以喺呢個點我都從未認同。咁而我喺解我喺講評嘅時候，我只會講咗一啲影響我判斷嘅意思嘅啫。如果你有興趣加多啲嘅話，咁跟住所以呢個係交通點綴，我會認為準則啦，喺嗰個論點啦，同埋係需要程序嘅探討咧，我都會覺得正方做得比較善良啲。咁而最後就係咧，喺你哋嗰、那個你哋嘅論點能唔能對應翻你哋自己所講嘅準則啦？咁正方咧，佢俾如果俾出個畫面就係話你人口增長咧係增長，但係係由高峰期到某個位到某個位係會調，所以第一佢唔係單一咁講話房屋好多房屋咁多，咁所以正方喺呢個時候，如果你一味就話我哋要多啲，我哋要多啲，我哋要多啲嘅時候咧，其實你係冇解到佢個位，因為佢流量都回落到時唔需要咁多。咁所以如果呢個第一個我會點出嗰個資料啦。第二個資料就係咧，同頭先同蘋果一樣，其實我聽嗰個咧，我係聽到話144咧係房屋啦，跟住然之後70多係公屋啦，1200咧係土地啦。咁所以咧喺我嘅諗法，我就會覺得1200嘅土地係包括房屋以外嘅設施。咁所以咧，我呢一個接收嘅時候咧，我就會認為呢一個咧就不能夠用嚟反駁。咁跟住然之後咁換言之啦，正方佢嘅畫面就唔需要咁多啦，而佢論證到嘅就係、而佢係咪需要論證到一個新界中地能解決所有房屋問題？我認為如果唔需要佢俾到咁高嘅層次，佢只要證明佢能解決啦，而且佢呢個中地有優先發展嘅理由啦，咁其實就可以。咁佢所以換言之，佢自己會比較適合啦。咁而喺反方嗰度咧，反方話要整合資源啦，話要發展社會啦，咁咧你所論證第一就係你話一拼發展，咁咧有分短中長期計劃嘅，短期就係中地啦。咁咧我其實我第一下聽嘅時候，我會覺得呢個會唔會短期就係優先率先咧？咁但係因為政府冇講啦，所以呢度我唔明嘅。繼續落去之後，你就話政府而家冇一個長期計劃啦，跟住點點點咁樣。咁咧你都冇講就話你嗰五你用曬嗰18個選項點去優化做到整合資源咧？係咪當18個工程一齊做嘅時候，我哋慳啲人力物力啦？定18工程一齊做嘅時候，我哋啲資源點樣會有效啲咧？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冇講過啦。咁另外咗跟地制，如果就冇問題嘅，你係適合嘅。咁所以我唔知正方兩邊都能夠對應準則，反方只有一邊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喺適合嘅呢一個層面上咧，正方嘅勝利。咁而至於俾質詢少少嘅建議啦，今日嘅質詢咧其實係幾出色嘅，因為雙方咧都係好有來有往啦，好快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大家可以主要咁樣留意啦。我質詢咧其實佢嘅重點係等你真係同對方面對面去問你一啲佢一定會俾而且佢會唔好答嘅問題，其實你可以咁樣諗。因為如果你就咁喺個位度問佢某啲問題咧，佢其實係會閃躲啦，想唔想理你噶嘛？咁所以咧，你面對面嘅時候，你就要諗啦。其實你係咪要用面對面嘅機會嚟到問佢資料、例子、數據呢啲嘢咧？咁即係當佢前有啲咁大嘅問題你要處理嘅時候，即係譬如今日正方其實佢嘅講法就係話，因為嗰啲地係非法用途啦，咁所以我就用起啦。咁但係嗰啲地係好零散，或者嗰啲地其實唔夠起一個社區喎，有啲咁嗰啲點算咧？即係你其實你會唔會呢啲論點上嘅可以先做功課，會令到你攻擊更加明顯啦？咁跟住而且同樣喺大家一路攻擊嘅時候咧，嗰個字跡都控制得好好啦。咁反方亦都好聰明咁話：你嗰啲第五次打斷我啦，喺呢個時候仲有興趣數第幾次？咁呢個係幾好嘅。咁跟住但係咧，同樣就係當你問咗一條問題之後咧，你要留意對方嘅答案，你會露出咗一啲你可以攻擊嘅嘢，就唔好純粹啲直跟自己個 flow 咯。譬如咧，當正方問反方啦，就話咁小宗地係咪嗰啲細細大嗰啲宗地啦？咁跟住係咪因為小宗地唔得，咁所以我哋咧就唔發展啦？咁跟住然之後咧，結果反方就答話唔係，咁其實就咁填海同埋要抄得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咁其實佢背後正方應該捉嘅咧係。佢嘅標準太過高度，佢要一塊地全部都啱用先至可以用起。咁所以你喺聽對方答案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小心話，會唔會有啲其他攻擊點你都可以捉翻，咁就更加好啦。即本身大家質素做得唔錯噶啦，咁咧喺一個錦上添花嘅建議嚟嘅啫。唔該曬大家。純粹補充一下，第一就係五億同九阿爺平常所講，係冇人太難，相比起上一場。
答案嘅，其實混亂嗰位係即係基本上啲資料我係到而家冇時間，即係我比較懶惰啦，同埋冇睇新聞啊，即係最多以前睇新聞，所以即係咁我就好即係你大家辯論完咁，你講翻我想乜想話啦，啲話 A 啲話 B 咁兩邊都好難講到發生啲咩事，咁我有兩邊都信，即係兩邊都唔信啦，咁所以嗰度打我嘅，係啦，咁但係最後就無兩邊都唔會攞到啲咩任何著數啦，所以係啦，但係點解引申出嚟就係點解咁混亂呢？我覺得就係、是、雙方個主線上有少少冇錯喎。第一樣嘢就係先講正方，正方今場就我覺得開出嚟係條主線係設計係明白條別係咩防衞嘅，即係例如。咩叫優先啦、啊？即係雖然你冇解釋過，但係你講咗好多咩叫收回土地條例啊，等等嘅嘢，其實我覺得你係應該係有想有啲鋪墊嘅，係啦。咁尤其係當你公辯問到，咁你中地呢啲人即係作奸犯科嘅喎，咁你想去優先即係收翻嚟做啲咩啊？咁我本身以為，哦，應該都係打緊啲即係好似係有啲別出心裁嘅嘢，但係唔知點解佢同下位又轉調翻轉，又講翻啲服務供應嗰啲咯。咁我就唔係好理解到咧，你實質上係。即係開咗一個相對比較完整嘅框架嘅時候，到底你後場推進本身係打算點樣呢？到底係打算即係建一樣嘢就拆對面一樣嘢啊？定還是真係本身有冇比較完整嘅攻略係要點處理用電提位？唔係好知嘅到而家都。咁如果你本身係個步驟係希望藉住個方案嚟突圍，或者藉住中地本身個違反法律嗰個問題嚟突圍嘅話，我建議嘅就係、是。要緊貼少少，因為你去到中後段就俾人拉翻去繼續講，就係、是、你咩起屋咩唔起屋，咁其實同你中地犯唔犯法冇任何直接關係。假設嗰塊中地犯法到你嘅安嗰啲咩房屋嗰啲仍然投咗落到去，咁我好浪費咗你嘅方案。而第二樣嘢就係、是、我都認同前兩位評判所講，就係、是、以一個方案對所有方案嘅問題。咁其實你哋係有個意識曬，一條優先發展某樣嘢，便係唔需要全清啊嘛，即係唔需要。話起曬嗰樣先起一樣嘢，所以你嘅公辯會問到條問題，但問題就係呢一個係屬於一個線嘅層次，或者一個思維上嘅層次，你哋係好能夠捉到呢個優勢進行討論，變咗你哋有落單咗個規則去點對點討論，咩意思呢？就係、是、哦，你提一個方案，我就打你一個；你提第二個，我再打你一個。咁大家好浪費你時間，人哋可以提一萬個方案，咁你三分鐘你玩完㗎啦，你打唔到一萬個方案。所以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倒翻轉我諗緊係咪唔應該由主辯鋪咁多一啲關於其他方案嘅問題呢？其他方案有局限有好處，乜乜方案有局限有好處，但我哋方案好處比其他方案相對多啲，咁所以優先咯。咁優先嘅方式可以係資源上，例如撥款，例如研究做多啲。我唔係唔做填海研究啊，你留意。但係問題就係中地研究多啲，法律嘅投放多啲。係啦，做市民嘅宣傳，要佢哋講中地有幾好有幾好，多啲多個填海，已經唔會實現失咧。咁其實你就防止到個後場俾對面捉一啲所謂矛盾嘅位，例如你哋會講就話講緊你優先唔係唔做，而係講緊先後次序提方案嘅問題。咁但係當你哋係樣樣都做嘅時候，你又話唔會破硬頸，死兩樣係重要嘅。咁所以就係、是、好遺憾地就係我覺得正方今日如果我判你贏咧，如果我跳喺你哋度，我覺得你哋嘅。計咧係相對上一場嘅正方咧係更加知道條辯題有咩地方嘅符係要俾嘅，但係如果我判你嗰段書，我覺得要小心兩樣嘢，第一就係、是要諗翻清楚主線當初點解嗰陣設定，一定有佢一個優勢原因，俾教練或者老師咁樣，就要小心唔好就衝咗紅號，就係、是、見到人咩就打落去，呢樣嘢係好危險嘅，尤其作為正方。而反方反方即係兩位都講咗好多關於主線個優即係優平發展嗰樣嘢。咁我再重複啦。咁唯一一樣嘢要小心嘅就係，因為你去到見面嘅時候，你就有講過，就係話一定考慮，因為你越到後場就越近，又要一齊做，到一齊傾，一齊考慮。其實呢個係一個向後近，即係 semi 地向後近嘅咁樣嘅過程嚟。咁其實調翻轉就係要諗一樣嘢，就係如果你將嗰個優先發展、那個一齊做嘅嗰個時間點，你係擺咗喺討論嗰一步，已經一齊做嘅話。其實我哋係一拼發展緊呢一個清拆曬全香港所有樓，因為我而家都有個傻嘅，即係馬化龍呢個黐線嘅話要清拆杏花村、幾多千大廈八十層樓咁樣嘅，咁我都係討論緊嘅。咁係咪代表政府有同時同新界中地做緊一樣嘅發展步驟咧？係，因為
為你實質上講發展一步應該係去到你動工，起碼去到動工部先叫發展。咁樣你去到討論啊、諮詢啊階段，咁其實你已經贏咗啦。土地大辯論嗰陣提出100個選項，所以我哋同時優先，即係我哋同時發展100個選項。咁其實呢一樣嘢係好奇怪。咁所以要小心嘅就係、有時一啲辯論上，我覺得策略性向後退，或者去到後場有一啲用語言嘅技巧包裝一啲向後退咧係 O K， 但係要小心就係如果你個拍得太盡嘅話咧，會好危險。咁所以如果我啲票俾你贏，我覺得主要就係、是、都係嗰句啦。其實雙方反方都好識得利用辯題，所以優勢嚟進行一個走位啦。咁但係如果我判斷輸嘅話，就第一就係、是要知道你個優勢爭議點喺邊度，因為中間點解走咧同人哋拗咗好多奇怪嘅。第二樣嘢就係、是、一啲立場上，如果吹得